2022最新八大吸管杯推荐排行榜，在环保与减速政策的影响之下，相信不少人已习惯自备购物袋或环保吸管餐具，以因应生活中每日的饮食及购物需求。而除了上述用品外，在许多店家推行自备饮料杯享优惠的福利后，方便啜饮各式手摇饮料，又能降低一次性塑胶杯使用率的吸管杯，更成为诸多台湾人手中的必备杯具。只不过房间吸管杯的品项众多，不仅有塑胶、玻璃、不锈钢等材质之分，各品牌的风格与功能特色也大相径庭，难免让人不知该如何入手挑选才好。因此，选购吸管杯时可以留意的细节，并推荐包含知名的乐扣乐扣以及本土人气品牌大象杯、量杯制所等八款热门商品。相信无论是享用屋家中、办公室还是户外活动，都能从中找到实用又美观的好伙伴。一、冒险系列吸管杯，备受肯定的强力保冰保温效果。二、不锈钢内瓷吸管杯，集不锈钢与陶瓷优点，屋一身。三、乐扣乐扣清晰耐热玻璃，两用随行杯，冷热皆宜，一年四季都适用。四、吸管两用随行杯外形轻巧，防漏性加五。波波杯让吸管自动淡出的聪明巧思。六、速吸杯二代专利两用杯盖，自由切换饮用方式。七、圈圈吸管杯，吸管可收纳，并与杯身漂亮融合。八、乐扣乐扣，简约双层轻量大容量吸管杯，双层设计，有效避免结露。